近日，有网友扒出吴京在认识谢楠之前有过一段恋情，他的前任就是演员樊一敏，两人曾合作出演过电视剧《太极宗师》，而且也因为那部戏戏外生情，成为了男女朋友。但是后来樊一敏就悔婚了，原因就是吴京那时的名气和经济实力都达不到他的标准。但是在分手之后的樊一敏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富豪，不过他与富豪的婚后生活并不是很理想的，所以没过多久两个人就离婚被抛弃了。但是离婚后的樊一敏也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，不过现如今的生活只能是靠鱼为生了。在很多人的眼里，他沦为了卖鱼的大婶。